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26面。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从头看起。下云：见树成人，前遍举六根，此独云见者。盖表眼根一粒余根也。世上啊，虽然说的六根，而实际上啊，在其中作用啊，确实是六根互用啊，所以举一根，其他的五根自然包含在其中啊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六根上只说见，眼根，见树成人。成就忍辱波罗蜜啊，而且是圆满的忍度啊，无生法忍，正是第41愿啊。这个弥陀48愿41树现佛刹愿，在菩提树当中，你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刹土，当然包括我们地球在内啊，而且看的非常清楚，非常仔细。于第47愿啊，47愿闻名的人啊，这个人是无生法忍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介绍的，就是第41愿、47愿的成就。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48愿的圆满功德所现。会疏十月，啊，这是日本祖师大德的注解，两位道场述者，正是正觉国满之标志。好像树立一个旗帜啊，这个旗帜代表什么呢？代表阿弥陀佛因缘果满。究竟成佛了，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名号者即是本愿成就的实体。
故愿以文明为得人因的。啊，成就一见树，明其相。底下有个小注，为弥陀大愿即已成就，这一见树证明得人的思想。阿弥陀佛大愿的成就，这个菩提树就好像是展览馆一样，你在这个树中完全看到了啊，所以这个树不可思议。文比明，就道常树的妙身，如小本曰：“闻是因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”啊，见到菩提树。听到六字洪名啊，自然皆生，不是几个人，不是少数人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啊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见树文明啊，都能生起念三宝之心。佛是觉，经题上的觉；法是平等，僧是清净。也就是说，自然升起清净平等觉心，这是真实功德了。清净平等觉，就是三宝的本体。是三学，是三会，一切佛法了，都不离清净平等觉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全都含摄在其中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我们见树见到了，闻名号也听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六根所接触到的，无不一不是清净平等觉。这是自信圆满功德。究竟流长啊。说大遍法界虚空界。说小极微至微。不可思议的是大小不二啊，小中见大，大
没缩小，小也没放大，重重无尽啊。这下面说，见此数，即阿弥陀之果德也。以此况彼，闻名的人呢，一迷著名也。这几句话在下面总结就说出来了啊，大意是说，见数你就见到阿弥陀佛的果德啊，修因正果。圆满的展现在大树上，大树好比是个展览厅啊，弥陀从初发心，怎么发愿，怎么修行，怎么成就的，你在这个展览室里头一览无遗，通通见到了。啊，一米著名，格外的清楚，格外的明显。看清楚了，听清楚了，心里明白了，也就是觉悟了。总之，名号于树，皆是果地大觉妙德之所显，皆是圆明国海圆融具德。不但是树，树是举一个例子，一草一木，一毛一尘，经上说一毛，正报里面最小的啊，我们身上的汗毛，正报最小的；一尘呢，一报里面最小的，物质环境里面最小的。都是阿弥陀佛妙德之所显的，都是阿弥陀佛果海圆融具德。念老接着告诉我们，戒是清净句，清净句就是真舍智慧无为法身，这是讲的自信啊。这是讲的常寂光啊，信德用智慧来做代表啊，就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的如来智慧的相啊，啊，这一句话完全包括了。
啊，无为法身，就是今天哲学里面所说的万有的本体。皆是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是自信。啊，只有这个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永恒不变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不疑不异，这是真实自性。一皆是当人自性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说了那么多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一句说明白了，当人就是自己，不是别人的，就是自己的自信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，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阿弥陀佛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。离开自信，一法不离。那连虚空也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虚空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跟诸佛菩萨什么关系？我们跟这个宇宙是什么关系？我们跟一切众生是什么关系？这是大乘佛法的伦理。伦理是讲关系。啊，这个关系说到了极处，那是一体，不能分呐。啊，大宇宙像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今天身体是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，说细胞说得很大了。细胞里面的一个分子，一个电子，一个粒子，啊，现在量子科学家说一个小光子，大概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极微之微，这身体就不存在啊，就没这个身体啊。啊，如果物质现象不存在，这个宇宙之间没有一样，我们所谓的实体，啊，凡夫所说的实体，啊，大乘佛法，无比殊胜，就是把真相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一生就是存一个感恩的心，啊，没有遇到真善知识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啊，我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，我都不能成就。
啊，方东梅先生帮助我认识佛教，认识大乘。啊，张家大师帮助我奠定修学大乘的基础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10年，帮我引入门。啊，如果入门了，没有成就，那只是入门，距离登堂入室原汁原意啊。啊，大门进去是院子，没进屋子里面去。啊，这个要感恩韩馆长30年的护持，啊，让我对佛法锲而不舍。知道殿堂之美，啊，知道门户所在。啊，还得感激佛菩萨上天延长了寿命。啊，如果寿命不延长，我认识不够透彻。啊，我们不是上上根人，上上根人不要紧，是吧？一文千物。啊，中下根性的人需要长时间的熏修。啊，那这个寿命是关键的。啊，寿命短了来不及。就是你功课没修完，寿命到了。这是遭难了。功课修完了行，朝闻道夕死可以。提升了嘛？啊，升级了。没闻到啊，这个闻是开悟啊，天天听没开悟不算，听了开悟了那就算觉悟了。啊，也就是清净平等觉，你得到了那算，没有得到的不算，那只是阿赖耶里面下种子，作为来生后世遇缘的因缘啊，遇到缘你就接着修。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！你是关系多大？群书之要印出来了。传统文这个文化，大乘佛法能不能够兴旺起来呢？难，太难了。啊，难，不是说我们学习的资料没有，学习资料有。啊，找不到的东西也找到了。可是谁能读？
谁能理解？谁能得受用？这就是大难事了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能读，读了不能解，解了不能用，没有办法落实到实际生活，啊，工作待人接物，它就不起作用了。啊，难在这个地方。这个难关如何突破？它的根本是在孝敬。这两个字就能突破。孝敬从哪里来的？从父母师长那里得来的。老师教我们孝顺父母，父母教我们尊师重道。父母跟儿女不好意思说，我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我养你很辛苦，你要孝顺我，说不出口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要老师教啊。哦，这学生才恍然大悟。老师也不能说，我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尊重我，要尊师重道，你才能学到东西。老师也说不出来。这话谁说呢？父母说啊。啊，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这个人就教出来了。那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，有没有人教了？没人教了。中国人说一家子之前60年，我开始学佛的那一年，台湾的社会父母还教啊，教儿女要听老师的话，要尊敬老师啊，老师也会教学生要听父母的话，要孝顺父母。还有人说，60年前了，啊，10年之后，好像听不到这个话了。都学西方人的了，西方人没有五伦，只有一伦，朋友，父子也是朋友，老师也是朋友，真能做到朋友也就算不错了。而外国人只有一伦，中国有五伦，这是我们想到，为什么中国就是东方的学术超越西方那么多？中国人学无伦，
原因在此地。换一句话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总而言之，都是一个教育问题。啊，人性确实是本善的，人是有良心的，看你怎么教。啊，现在的人都被教坏。观念全错了，只是自私自利，唯我独尊。啊，大乘佛法之所以殊胜，殊胜在哪里？殊胜在无我。啊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上讲，无我相。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他的殊胜在这里啊！啊，无我就没有竞争了。没有冲突了。有我当然会有冲突。啊，佛法高明就在这个地方，直通真实之际，就是自信直通啊，当中没有障碍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即是当人自信，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。啊，大乘佛法的教学目标是帮助我们认识自信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没有别的啊，自信是大圆满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相好，一切本具，没有丝毫欠缺。啊，极乐世界自性变现的，华藏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，圆满的心得。啊，这里讲啊，圆融俱得了，圆圆果海。啊，海是比喻。自信的广大，自信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啊，取这个意思，真正的自己。佛门常说不舍一法，这是讲他的包容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又说不劣一法，这个不劣是什么呢？这一切法里头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。讲到究竟处，不能起心，不能动念。
体性不爱现象，现象不爱体性。它是圆融的呀。性在哪里？性在相中。相在哪里？相在性中。性相是一，永远分不开呀。大慈悲的心得，于是自然就流出来了。你对一切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、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一片慈悲，平等的慈悲。啊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叫圆满成佛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到这个境界了。每一个发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，到那边就不退转，到那边就不会迷惑啊，在那边修学，最后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成佛了，成佛的样子是什么？阿弥陀佛就是样子。这真正不可思议啊。故能有如是不可思议真舍之力。啊，所以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受用到真实的利益。什么受用？六根的受用。在那边有六根，有六尽，没有六识。为什么呢？转识成智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没有六识，六智。啊，眼的见不是眼识见，我们现在是眼识，识是什么？分别之处。啊，化身菩萨不用识了，识没有了，用什么见？见性见，见性见色性，闻性闻身性，相有见闻觉知，性只有一个。六根全见性了，啊，这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见性成佛。天台智者大师说的，这个果位叫分真即佛。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啊，叫分证，就是他没有圆满。为什么没有圆满呢？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掉。啊，无明习气断掉了了。那叫妙觉了，那不叫菩萨了，真的是佛了，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《华严经》称
妙觉位，等觉还是分证，妙觉圆满了。妙觉不住在十八土了，他升级了，他住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净土通通是妙觉，而十八土呢，是原教初住到等觉，一共是41个位次，他们全住在十八土。十八土纯是化身菩萨。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应当认真努力争取。争取什么呢？争取我们往生生十八庄严土。这就是上上感人。能争取得到吗？就像善导大师所说，万修万人取，你只要肯争取，你一定能够得到。要怎么争取呢？没有别的，放下。放下执着，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。你争取到阿罗汉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同居土。你真不分别了吗？不执着了吗？再提升呢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心都不起了。分别心没有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方便土里面上辈往生。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。上辈往生再提升，不但不分别了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。恭喜你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。不需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也是阿惟越之菩萨。是你自己证得的。没有能力证得这个境界，我们是把烦恼扶住、控制住，不叫它起作用，这是生凡圣同居土。这样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也做阿惟越之菩萨。你从表面上去看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化身菩萨没两样。这什么缘故呢？阿弥陀佛加持你的。不加持你没有啊。如果你自己有能力升到十报土，那就佛不加持你也有，佛加持你就更殊胜了。你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佛法法门这么多，为什么修净土法门？净土法门无比殊胜利益就在弥陀威神加持。
这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太殊胜了，决定不能让它空过。啊，我们得学习，分分秒秒都要抓住，抓得紧紧的，别让它空过。啊，分分秒秒怎么抓？这一句佛号，净念相继，别中断了，你就抓住了。啊，一中断了，昨天讲的烦恼里的十念。你这个正念失掉了啊，正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念念是正念，只要正念没有了，邪念就出来了啊，没有邪念，没有邪念是无明出来了，不开智慧，智慧啊。啊，所以没有念佛的时候，不是无明起来，就是妄念起来。这是必然的，没有例外的。那他不念佛行吗？不念佛全是妄念，全是无明。妄念造业，造轮回业，无明糊涂啊，不开悟啊。啊，障碍我们念佛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。啊，别人怎么做法我们不管，我们自己依照经典讲的道理方法境界认真来学习就对了。今世佛说的世代相传，传到中国也2000年了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下面说，但名号则声闻设方普被三根。这讲文明，文明的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弥陀名号声闻设方？设方世界都知道，是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宣扬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一切诸佛如来讲经教学，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。这就是替阿弥陀佛做宣传啊，做广告啊，啊，替阿弥陀佛招生啊。能信能解能发愿求生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有缘人啊！不信不解不想到极乐世界，
跟阿弥陀佛没有缘的人。可是我们知道，那些无缘的人，无论生到哪一尊的佛国度，肯定到最后，文殊普贤带领他们倒归极乐，只是绕个大弯路啊，最后还是要归净土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好，见树则唯有神有净土，莫占宝树方能护业，两者相比，则文明得人之业了更为显著。文明的利益比见树的利益还要殊胜。见树就像今天高科技的展览，极乐世界不需要展览馆，用宝树啊，就在宝树上展览出现了设方诸佛刹土，一真庄严。你都看清楚了啊！可是文明怎么样？文明能得无生法忍啊，没有说见树得无生法忍啊，文明得无生法忍。所以文明的殊胜超过见树，故慧素曰：以此况彼，文明得人呢，一迷著名啊，迷是格外的显著，格外的明了。此是见树，彼是文明。啊，文明是真正大幅度帮助你提升了。这是真正修行人求之不得的大事因缘，提升境界。啊，所以修行人他对世出世间法不重视，他重视的确实就是要帮助他提升境界，得真实的利益。下面这一段的人，信难信之理，而不惑，不惑就是不迷惑，为人。人是这个意思，难信之理，为什么难？它太深奥了，
它太神秘了。前知初学，不容易生起信心。哎，他能信，这是能忍。啊，这个人在此地，当作认可、同意、啊，认知。有这些意思在里头，你不懂，他真信了，解不透，他不要解了，啊，他就发愿求生了，啊，真往生了，这什么回事情？这就是得人之力了。啊，他有一个重要的信心，肯定佛菩萨不欺骗我。我虽然不懂，佛菩萨教育一定是好的。有这个信心，他就能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对于这些道理他清楚他明白啊，像我们先前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解悟啊，60年的学习功不唐捐呢，我明白，我了解了，烦恼习气放不下，我们往生生哪里去啊？方便有余土。你懂得道理，这就把你提升了。如果你真能做到，啊，真能把起心动念都放下，你就直接升到十宝土。啊，不了解，不懂得。啊，我真干，我就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阿弥陀佛不骗人，相信阿弥陀佛句句话是真实，啊，全心全力去奉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你就到十八层去了，为什么？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啊，在凡圣同居土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听个3天、5天、7天，你就到十宝处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有10分沉浸，你得10分利益了。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对阿弥陀佛有诚心的心啊，至诚恭敬，实在讲没有啊。啊，身心带着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，没有能力突破。啊，天天听，听不懂。古人用的一个方法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这个缘稀有难逢啊！你到哪一个道场，天天能听经闻法，
啊，古时候有。在中国，佛教从初传到中国来，道场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跟学校一样。到唐宋，还保持像样子，原名慢慢就衰了。为什么会衰？人的根性烦恼多了，烦恼多，正念就少，放逸多，恭敬就减少了。啊，表面见面客气，谦虚客气，真诚恭敬。啊，现在呢，连一点表面客气都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传统文化跟佛法要再兴起来，难处在此地。什么人能复兴啊？只有靠再来人。啊，众生还有那么一点福气，想学，想求好，没人教，有这个念头，好，这就是感，佛菩萨来应。啊，佛菩萨到人间来教你。啊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这个需求，就是没有感，那佛菩萨就没应，他就不来了。啊，感应这个道理是真的。啊，感应的事不是虚假的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立刻就有应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语言灾难的世界啊，虽然灾难还没降临，可是灾难降临的时候就来不及了，那个时候手忙脚乱，那就到山头去了，这真可怜。啊，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准备，来因应这个灾难，灾难来了，我们不惊不怖，我们能够稳得住。这个时候需要的心安理得啊，对于灾难明了，什么因，什么样果报，清清楚楚啊，自己有智慧来对待。啊，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不但不受其害，也能受到他真实之力。
那你修行真有功德了。我们现在人道啊，灾难来了之后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是什么道？那是佛道啊！啊，灾难保送我们成佛，灾难帮助我们成佛，不是真实之力吗？没有准备的人，粗心大意的人，在灾难来的时候，心慌意乱，他就坏了。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三途去了。啊，同样是灾难，去处不一样。啊，对修行人来讲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无一不是自然缘。啊，真正修行人，真正佛弟子，都是真实功德。啊，真实的善缘。顺利没有一样不善的。啊，成就自己一片感恩之心，启发自己报恩之心。啊，知恩报恩啊，他为什么不报恩？他不知道恩。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呢？啊，这个真人，父母对他的好处，老师对他的好处，社会对他的好处，国家对他的好处，众生对他的好处，他都不知道。上报四重恩，他对四重恩一无所知。只是口里头念你，不知道什么，他对我什么恩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三毒烦恼里头，愚痴覆盖啊。他虽然不贪不嗔，他痴啊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与心德相违背。自己错了，啊，还引起社会对佛法的误会，对传统文化的误会。也就是对圣贤的误会，对祖宗的误会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啊，细细去读戒经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弘赞大师对这个戒经的注解。啊，戒律全书，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他注得很详细啊。你细看就明白了。
啊，现在怕的是时间，太迫切了。学习只有抓纲领，啊，想详细研究，时间没有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如果真的像预言所说的，2012年11月灾难爆发，我们哪有时间去学习？只有一个方法，老实念佛，放下万缘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在这个里面，学真诚，学恭敬，我们就有救。啊，学谦虚，我们提倡是提这四个字。诚、敬、谦、和，这四个字能做到，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真诚、恭敬、谦虚，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。啊，只说四个字了，说多了做不到。啊，什么叫真诚？这个很重要。曾国藩先生在《读书笔记》里面给诚下了个定义。什么叫诚？啊，他也是佛门弟子。他说一念不生是为尘。什么叫尘呢？一念不生是尘。一念不生是什么？清净心的。清净心是尘心的，是真诚的。啊，从清净心里面升起的慈悲，升起的敬意，用这一点真诚恭敬，学世出世间法都有大成就。真诚到极处，那是佛经上的话，不可思议的成就。这话都是真的。自古以来，世出世间，老师教学生，老师对学生的爱心是平等的。但是，老师对学生的教学是不平等的。啊，爱心平等，教学为什么会不平等？学生根性不一样。啊，根性深厚，他接受的能力强，多教他。根性下劣，接受的能力差，你就少教一点。教多了，他接受不了。啊，老师对学生教学不同啊，
原因在此地，老师没有私心呐，没有对哪个学生偏爱，没有啊，平等的。啊，学生当中哪个学生有成就，哪个学生不能成就，老师心里清清楚楚。啊，平等先生，凡是人皆学爱。爱心不能有差等。今天不但佛法，礼、深奥，世间法也不好懂啊。世间法的理也很深啊。中国2000年来，从汉朝到现在，没有不尊敬孔孟的，称孔孟为圣人。啊，孔子是大圣，孟子是亚圣。孔子是冠军，孟子是亚军，这第一名第二名。在这个社会上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没有不尊敬的，没有不跟他学习的。中国社会这2000年来，长治久安就靠这个。啊，今天不学了，不学社会就乱了。啊，你有没有方法比过去治理的更好呢？有没有比孔孟更好的方法呢？找不到了。这个动乱摆不平了。摆不平并不是完事，摆不平借着来的是大灾难。啊，这是佛法说的。佛法讲境随心转，人心坏了，180度的违背了伦理，违背了道德，违背了因果。那么这个境界是对，是被心转，心坏了，社会坏了，地球坏了。啊，心是能转，境是所转。啊，这个说法社会上没人相信，为什么呢？不厚科学，这是迷信，一句话否定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随他去吧。啊，信的人有福了。在宗教上的话，你信你就有福了。
刚才说的大灾难来了，个人去处不相同。有福的人到有福的地方去了，没福的人到没福的地方去了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再看下面，净隐云：慧心安法，明知为人。慧心不是烦恼的心，有智慧的心，安住在法上。法是什么呢？大自然的原理原则。大自然的秩序。在佛在儒称它做性德。现在人称为大自然的秩序。大自然的原则。实在讲，人心乱了，大自然的秩序也乱了。你看春夏秋冬四季反常，这就说明大自然的秩序乱了。几千年前老祖宗告诉我们大自然的法则，他们所讲的伦理道德四维八德从哪来的？大自然的秩序里面。悟出来的。他能体会到啊，他们的心清净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欲望，没有怨恨，心里面永远是平和的，所以自然的法则他们能感得了。心能转境界，是觉悟的人，是明白的人，心被外面境界所转，是凡夫，是迷惑的人。可是，这两方面呢，实际上是互动的，彼此都有感应。关键在智慧，所以圆公大师说：“慧心安法。”这个法是大自然的法则。狭义的来说，大乘佛法。再把它缩小来讲，大乘无量寿经。我们的智慧心安住在这一部经典上，经典教我们怎么做，依教奉行。经典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一定要遵守。
这就是慧心安法，这就叫人。人就是定，我把心定在这部经上，我这一生起心动念、生活行为，以这部经做标准。这个标准是阿弥陀佛的标准，无上大法的标准。慧疏云：智性增进啊，名法人。智慧的行为天天增长啊，日日有进步啊，啊，这叫法人。或三种人啊，这是经上讲的。净言疏曰：寻声悟解，智声如响，名音响人，三谛一环。三种人，这第一种啊，净严大师说的，隋朝慧远大师啊，寻声就是闻声，开悟了，啊，怎么开悟呢？个人的语言不相同，有人见色开悟，啊，见到色相；有人听声音、听教，啊，听法、听教。开悟的啊，有人确实听外面风吹树梢、雨打芭蕉啊，从这些音响里面开悟，这是哪人？多半是参禅的。心地寂静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将悟未悟的时候，啊，遇到这种音声的缘分，一下触动，豁然大悟。这么回事啊。啊，他开悟了，智声如响啊，响是回音啊。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，就听到回音。这个说明它不是真的。就好像阳光之下，地上现个影子，啊，形现影，声现回声，这都不是真的。
不是真相，不应该执着，不应该分别。对于一样明白了，一切法哪一法不如是呢？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这叫应祥人啊。三谛一环，什么人证得？这里讲的多半是别教，别教初谛、二谛、三谛，这三个位次证得的是叫应祥人。第二，舍权去实，名柔顺人，四无六谛。权是个工具，实是实际离体，就是真实之际，那是自信的。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无论依哪一个法门，法门就是权。你要不把这个法门舍掉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。所以大乘佛法是权，要不要学？要学。过河的时候要它，到岸的时候就把它丢掉。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法欲者，你能把这个到彼岸的时候，说过河就要把船丢掉啊，你才能登岸呢。你要不肯离开船，永远到不了彼岸。所以佛教导我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因缘所生。中观论上讲得很好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叫柔顺人，比前面高，四谛、五谛、六谛菩萨，他们真的，他们是柔顺人。知道事出世间法都是假的，可以学习，可以受用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。学习的时候不执着言说相，经本呢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名字里的名词术语，不执着心缘相，决定不要起心动念去想它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一段讲的什么？佛什么也没讲，什么意思都没有。你所想的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你要什么都不想，你看到这个经文，字字句句无量意，
那就是如来真实意，是你自信里头的真实意。你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它，去观想它，那就变成你自己的意思。如何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呀、真干呢，这叫如顺人。正实立相，名无生人，七地以上，啊，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。无生人就是无生法人，他明心见性，证实就是明心见性，理想对于一切现象，我们平常所讲的三种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不执着了，都放下了，也不分别了。一切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证实了。证实什么呢？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就这三种现象，这个的确有深度。很难理解。我们也是最近这几年啊，大概十年左右啊，早年讲经分享没收到过啊，早年多半以人往经。啊，这些年我们看到法院竹林啊，我从法院竹林上看到的菩萨住台经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知道无生法人是怎么回事情，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动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有几多微细的念头，有几相，相就是现象，有几时啊，那相就是物质现象，时就是精神现象啊，我们才晓得凡夫起一个念头，那个细念不可思议，菩萨很具体的说出来，一弹指，大概我们一个念头，这个起灭也就是一弹指啊，我们能感觉到啊，
没有想到这一个念头里头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32亿乘8000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320兆，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，就是生命现象的生命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的生命。那一秒钟呢？现在都用秒做时间单位，一秒钟至少可以弹指4次到5次。啊，我弹的4次，我相信有比我弹的更快的，年轻体力好的。那要是弹5次，一秒钟就1600兆。诸位想想，160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生命，微细念头生命，我们才知道佛经上所说的不生不灭了。这个说法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。佛在3000年讲现象到底是什么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现象是假的啊。佛对于这个现象用5个字来代表它，色受想行识，这5个字叫五蕴。五蕴是指什么？最微细的这一念，这一念里头就是五蕴。这一念里头有物质现象是色，有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物质现象里头都有精神现象，物质跟精神永远分不开，而且物质是精神变的啊。物质的本质是精神啊，就是念头心念啊。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个话我们很多人都会说，真正的意思不知道啊。什么叫心想？不是我们粗心大意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。一秒钟1600兆，啊，一弹指320兆。啊，一秒钟1600兆个生命，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。佛怎么知道的？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，不是他一个人知道的。佛说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他的定功就见到了。那我们晓得8地、9地、10地等觉妙觉，这5个位次的人，他们都见到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真实啊，理想啊，相根本没有啊。3种现象，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没有。啊，就相有性无，似有理无，
你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。真相明白之后，彻底放下。什么心态对他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妄不妨碍真，真也不妨碍相，可以同时存在。这个存在其实就是不存在。所以存在跟不存在两边不住，这叫中道啊。下面我们看念老注解的其意味，就是净言书里头这一段的意思：文法悟道，知一切法如深知回响啊，回音如梦幻泡影，这叫音响人啊。比喻作音响人，是别教，这讲清楚了。别教三谛以下菩萨所得啊，这不是圆教。那么别教的初地等于圆教初住，所以在圆教来说的时候，初住、二住、三住他们得到了。音响人真正晓得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不是真的，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别当真啊，当真就错了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舍利言群去入真实名如顺人啊，是四五六住地菩萨所得。若证入实相，利一切相，这华严经上所说利一切相即一切法，名为得无生法忍。这时候你真的明白了，你承认了，你肯定了，不再疑惑了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灭生灭了不可得啊。七地以上的菩萨啊，七地八地九地等觉，他们真的又弥陀苏超曰：“无生人，又有二种，一个是越法，一个是越显。越法则。”住无其作之理，戒曰无生，慧心安此，故名得人。心定了，住就是一切，一切法没有起作之理。这一句话怎么说呢？从理上讲，一切法没有起作，起是心起，作是作用，
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才明白。你想一想，佛经上讲的一念，我们对这个一念始终没有搞清楚，囫囵吞枣的解释。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，一秒钟，1600兆分之一，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气灭，我说他其实早灭掉了。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，没有相同的。啊，所以现前这个现象怎么回事情？这些妄念相似相续相，啊，它不是相续，相续的是每一个念头相同，那就是相续。每一个念头不相同，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境界，确实就像《还原观》上所讲的，畜生无尽呐，是这种现象啊，啊，变幻无穷啊，你找不出一个相啊，它存在呢。所以说，界曰无生，不生不灭。没有生，哪有灭呢？如果真的没有生灭，说它不生不灭，这个话不是空话吗？说它毫无意义啊！它有生灭，有生灭跟无生灭等于无生灭。你没有办法看到的生灭。啊，八地菩萨虽然看到也掌握不住，看到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你无法控制啊！你知道这是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是自然现象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这个现象没有啊，这要记住。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也没有。这是阿赖耶的业相。现在科学家讲的是能量，就指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近代科学对大乘佛学有很多帮助。很深密的东西，不能够理解的，我们现在慢慢了解它。啊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我们知道应该放下，不放下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看破之后才能放下。这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放不下，那你就得学。事实真相了解了，自然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。什么都好，不要去计较，一计较就是轮回心，就造轮回业啊，那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一切随缘，样样都不操心，样样都不关心啊，千万别执着，不要分别啊，起心动念我们做不到啊，很难理解啊，但是不分别不执着是绝对正确啊，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往生西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啊，在品级上是大幅度的上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